防晒又养肤。那然后刚才呢我们涂了一下，你会觉得它有一个淡淡的那种薰衣草的颜色，把它涂匀之后呢，可以看到这个肤色其实提亮了，它完全不会泛白，就怕那种泛白的那种，就是一些涂到身体上或者涂到面部，你觉得很泛白，就感觉很不对劲。它不是那样的，它不是那种很自然的那种提亮肤色的一种感觉啊，所以说你就去切身实际来感受一下就可以了。又香，然后又提亮肤色，然后又这么细腻，都真的是大家夏日非常必备的防晒乳了啊。用了这三款的樱花香味的防晒呢，其实就感觉带有香味的防晒也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这个限定款的系列呢，今天呢也是有一些优惠的套装，那我们会有很多赞助的周边。分别在我们的20号到22号链接，那这个呢我们会在晚上的8点钟之后为大家来上链接啊。这三款产品呢也是我们的海外旗舰店的产品，所以说我们的周边也依然会跟我们的产品分开邮寄给大家，所以说也希望各位可以来理解一下啊，也希望大家收快递的时候注意一下，也会有两个包裹啊。那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了很多我们三卡的家族的所有的产品啊，我们的Pro Different 的系列呢，大家对于我们的高斯三卡的了解是不是更多了呢啊。再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尤其是今天的这个套装，我们的价格也很优惠啊，宝宝们记得来领取优惠券啊，还可以参加平台的一个满减的优惠。稍后呢我们会上12号到22号的一个链接，也希望大家可以稍等一下啊。而且今天呢还会有我们限定份的特别的优惠券啊，等等很多的好礼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跟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周边，也有很多。那如何来关注一下呢？其实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链接里面，打开链接，各位宝宝你可以来看一下啊。打开一个链接之后呢，去拉到详情页，详情页除了领券的同时呢，你可以通过这个详情页可以看到有哪些礼物，哪些周边，你可以来仔细的来关注一下你买的这款啊，到底有哪些周边呢？你看有哪些权益呢，你们就可以详细来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根据你买的这些产品来关注一下你的周边，今天周边真的是很多很多的啊。我们新的明信片啊，徽章啊，还有非常实用的一些鼠标垫啊。另外呢我们直播间呢还会有签名的礼物，刚才呢已经送出去了2份，我们的赞多的亲笔签名的明信片了，稍后还会有啊。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赞多呢还会画画，还会有很多很多的福利啊。现在呢其实也有很多宝宝都会在线，对不对？有很多宝宝都在在线，也希望各位可以帮我们点点赞好不好，我们让人气冲一冲，等到赞多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很多很多的宝宝，他一定会非常开心的。大家还可以帮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然后将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的宝宝来关注到这场直播好不好啊。再次要感谢各位的耐心等候啊。那我们8点钟就可以见到赞多了，感谢大家的分享，大家可以帮我们一起来点点赞好不好？我们现在是13万赞，对不对？13.03、13.04、05，哇，非常迅速的在增加。再次要感谢各位，那稍后的时间让我们稍作等候，赞多一会儿就到了，让我们一会儿再见。高斯三卡，一边清爽防护，一喷感晒自在。倒置也能轻松喷涂，全身周密防晒，透明清爽不黏腻。SPF 50+ PA 4+，高倍防晒力，随时随地耀眼防晒。要防晒，多远都自在。高斯三卡，高斯三卡，水润啫喱之地。金肤贴合，清爽透润，清爽不黏腻，防水配方，无惧骄阳，尽情挥汗。要敢晒，多远都自在。高斯三卡，高斯三卡，一边清爽防护，一喷感晒自在，倒置也能轻松喷涂，全身周密防晒，透明清爽不黏腻。SPF 50+ PA 4+，高倍防晒力，随时随地耀眼防晒。要防晒，多远都自在。高斯三卡，高斯三卡，水润啫喱之地，金肤贴合，清爽透润，清爽不黏腻。
挡水配方，不惧骄阳，尽情挥汗。要敢晒，多远都自在。高斯 Suncut， 高斯 Suncut， 一边清爽防护，一喷敢晒自在。倒置也能轻松喷涂，转身周密防晒，透明清爽不黏腻。SPF 五十加 ，PA 四个加，高倍防晒力，随时随地耀眼防晒。要敢晒，多远都自在。高斯 Suncut， 高斯 Suncut， 水润啫喱质地。肌肤贴合，清爽透润，清爽不黏腻。防水配方，不惧骄阳，尽情挥汗。要敢晒，多远都自在。高斯 Suncut， 高斯 Suncut。一边清爽防护，一喷敢晒自在，倒置也能轻松喷涂，转身周密防晒，透明清爽不黏腻。SPF 五十加 ，PA 四个加，高倍防晒力，随时随地耀眼防晒。要敢晒，多远都自在。高斯 Suncut， 高斯 Suncut。水润啫喱质地，肌肤贴合，清爽透润，清爽不黏腻。防水配方，不惧骄阳，尽情挥汗。要敢晒，多远都自在。高斯 Suncut。高斯 Suncut， 一边清爽防护，一喷敢晒自在，倒置也能轻松喷涂，转身周密防晒，透明清爽不黏腻。SPF 五十加 ，PA 四个加，高倍防晒力，随时随地耀眼防晒。要敢晒，多远都自在。高斯 Suncut。高斯 Suncut， 水润啫喱质地，肌肤贴合，清爽透润，清爽不黏腻。防水配方，不惧骄阳，尽情挥汗。要敢晒，多远都自在。高斯 Suncut。高斯 Suncut， 一边清爽防护，一喷敢晒自在，倒置也能轻松喷涂，转身周密防晒，透明清爽不黏腻。SPF 五十加 ，PA 四个加，高倍防晒力，随时随地耀眼防晒。要敢晒，多远都自在。高斯 Suncut。高斯 Suncut， 水润啫喱质地，肌肤贴合，清爽透润，清爽不黏腻。防水配方，不惧骄阳，尽情挥汗。要敢晒，多远都自在。高斯 Suncut。高斯 Suncut， 一边清爽防护，一喷敢晒自在，倒置也能轻松喷涂，转身周密防晒，透明清爽不黏腻。SPF 五十加 ，PA 四个加，高倍防晒力，随时随地耀眼防晒。要敢晒，多远都自在。高斯 Suncut。
高斯三抗，水润啫喱之地，金肤贴合，清爽透润，清爽不黏腻，防水配方，无惧骄阳，尽情挥汗。要敢晒，多远都自在。高斯三cut，高斯三cut，一边清爽防护，一喷敢晒自在，倒置也能轻松喷涂，全身周密防晒，透明清爽不黏腻 ，SPF 五十加 PA 四个加，高倍防晒力，随时随地耀眼敢晒。要敢晒，多远都自在。高斯三 cut， 高斯三 cut， 水润啫喱之地，金肤贴合，清爽透润，清爽不黏腻，防水配方，无惧骄阳，尽情挥汗。要敢晒，多远都自在。高斯三 cut， 高斯三 cut， 一边清爽防护，一喷敢晒自在，倒置也能轻松喷涂，全身周密防晒，透明清爽不黏腻 ，SPF 五十加 PA 四个加，高倍防晒力，随时随地耀眼敢晒。要敢晒，多远都自在。高斯三 cut， 高斯三 cut， 水润啫喱之地，金肤贴合，清爽透润，清爽不黏腻，防水配方，无惧骄阳，尽情挥汗。要敢晒，多远都自在。高斯三 cut， 高斯三 cut， 一边清爽防护，一喷敢晒自在，倒置也能轻松喷涂，全身周密防晒，透明清爽不黏腻 ，SPF 五十加 PA 四个加，高倍防晒力，随时随地耀眼敢晒。要敢晒，多远都自在。高斯三 cut， 高斯三 cut， 水润啫喱之地，金肤贴合，清爽透润，清爽不黏腻，防水配方，无惧骄阳，尽情挥汗。要敢晒，多远都自在。高斯三 cut， 高斯三 cut， 一边清爽防护，一喷敢晒自在，倒置也能轻松喷涂，全身周密防晒，透明清爽不黏腻 ，SPF 五十加 PA 四个加，高倍防晒力，随时随地耀眼敢晒。要敢晒，多远都自在。高斯三 cut， 高斯三 cut， 水润啫喱之地，金肤贴合，清爽透润，清爽不黏腻。Hello， 正在关注直播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高斯三 cut 的直播间，我是。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嘉伟又见面了，很开心能够与大家相聚在我们的高斯三 cut 的直播间当中。刚才的一个小时呢，跟大家介绍了很多高斯的产品，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要邀请到一位非常重量级的来宾了，相信大家也都非常的喜欢他。我们先把他的名字打到公屏上，好不好？已经有很多的宝宝已经在评论区当中，发送了他的名。
名字赞多赞多，没错，我们也让这个点赞可以多多多多多起来，好不好？在这里呢，让我们一起来有请高斯三卡的全球品牌代言人 Into One 赞多，有请。Hello， 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赞多，大家 Hello。哦，谢谢，又一次来到高斯三卡直播间，我真的很开心。没错，非常开心能够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再次来邀请到赞多。赞多这是第二次了，对不对？是的。上一次的时候应该是在四月份的时候。四月吗？对，四月份的时候。是的。没想到又见面了，在这样一个特别开心的时间，我们要邀请到了赞多，相信很多正在关注直播的宝宝也都非常的开心，对不对？赞多看起来呢就是非常有活力的样子，而且呢其实今天呢有一个非常非常惊喜的一个环节要带给大家啊。什么呢？那就是今天赞多的发色是首次向大家展示，对不对？是的，换了新发色了。有没有发现？是的是的。哇，有没有发现宝宝们很帅很帅，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辛苦吗 ？OK 吗 ？OK 吗？新发色喜欢吗？喜欢吗？喜不喜欢？哇，好帅啊！大家都很喜欢。谢谢。哇，这也是带给我们三卡的福利哦。第一次把这个新发色在我们直播间展示给大家。谢谢，特别开心啊，能够在今天邀请到赞多，而且赞多也把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福利带给了我们。那其实最近呢，也一直在关注你嘛，你有一个节目叫了不起的舞社，对，然后再参加这个节目，是的啊，然后呢，赞多的舞步真的是可以说是行云流水啊，魅力四射，而且其实我记得有一个段就是那种下蹲然后转圈那个动作，就看起来就觉得特别难，但你做的特别漂亮，是吗？是，然后我就对那个动作真的印象特别深刻，我是通过你那个微博然后看到你那个舞蹈的视频的，谢谢，就是难动作难是难的，但是。已经习惯吧，所以对于我来说没那么难的感觉。是的，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很难的，但是对于赞多来说小意思。一开始是我也是很难的，一开始也是很难的，对，但是练习很多，我已经习惯吧这个动作，所以没那么是的，然后就是勤奋的去锻炼嘛，然后去努力就可以看到很好的一个成果。是的是的。谢谢。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聊天就可以看到，其实赞多真的是很努力的一个艺人，然后私下也是对于舞蹈也是有很多的研究嘛，所以说才会有大家这么多的宝宝去喜欢啊。然后呢，我相信很多直播间的宝宝也都特别喜欢赞多跳舞，对不对？那要不再这样，既然是在我们三 cut 的直播间，要不要给我们来展示一下呢？要吗？要不要？不要吧？要吗？你们想不想看？宝宝们，正在关注直播的粉丝朋友们，你们想不想看？要不要？啊，他们还在回味你的发色，说你的发色好好看。啊，是吗？动画 OK 吗？哎，有点假吗？宝贝好帅，是的，好帅，对不对？那要，哇，全都在刷要啊要，那就满足他们吧，好不好？哎，有印象，好像，可以，来，什么样的舞蹈？来，那现在吗？对，现在。那现在开始吧。对，那音乐给我来。三二一，哦，这个广告的时候的音乐吧？哦，广告的时候的音乐。哇，哇，真的行云流水般的那种感觉哦。谢谢，哇，可以吧？这样，谢谢赞多。哦，真的很帅哎，真的是看这个画面就是两个字，迷人。迷人，对，就是帅气，就一下就被吸引了。迷人，是的，谢谢。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喜欢赞多宝宝这个他们的这个发自内心的这种感言。真的是特别棒啊，能够在今天邀请到赞多，而且赞多呢在我们直播间也会送上很多的福利。所以说也希望各位先不要走开，要时刻关注到这场直播当中，还可以将我们的直播分享出去啊，让更多的朋友来关注一下啊。那么接下来呢，在我们高斯三 cut 的直播间当中呢，会有各种各样的礼物和福利啊，我们大家也可以共同来和赞多一起共同度过这样一段非常美好而且又非常快乐的时光。那赞多呢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三 cut 的直播间了，是的，想问一下这一次感觉如何？怎么样？这次上一次也很开心，上一次也很开心，但是呢，上一次
我记得，我记得高斯桑卡的直播间，我身体不是那么，很好的状态的，有一点累的状态，有点累。但是呢，今天是呢特别好，很开心，更开心吧？是，好吗？来 ，OK。所以说，今天你们关注直播的话，就可以看到赞多非常多的那种开心的一面，然后还可以把很多的，没准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一些。静态的一些内容，对不对？对，可以。所以说来着了啊，那接下来时间既然这么开心，我们要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今天这场直播有哪些礼物和福利了啊。那在今天的直播间下单呢，会有很多的非常特别的一些周边啊，会有一些不同的明信片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徽章啊，在这里，对不对？还有这个新的礼物呢，就是什么呢？新的礼物。哎，给大家展示一下，哇，鼠标垫，鼠标垫，这个电脑的时候，对，电脑，对，就可以用它了，对吧？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好帅，这张照片是吗？蓝色加上白色，好清爽那种感觉。这个很舒服啊，这个是的，很方便的，这个很方便啊，很帅气，然后呢，大家呢就可以共同来感受一下了，都是。非常实用的一些周边啊，那这个周边呢，就对于很多的学生党或者是你上班族来说的话，无论是你日常的一些工作啊，或者是玩玩游戏那种娱乐放松的时候，是的，是的，都可以来用到它啊。最重要的是，有了它的话，你就会感觉每天都有赞多陪伴，对，每天都能看到它，对，没错，我和陪伴和大家。一起的，所以呢，成为我希望成为你们的力量吧。哇，这句话说得好好啊，真的是说得好好，会时刻陪伴在大家的身边，也会成为大家的力量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想要这个鼠标垫，对不对啊？那接下来我们的这个话题呢，怎么说呢？就怎么样能够获得这些周边呢？各位朋友们，那这个带有全套周边。的套装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如果说你想要全套的周边，你要看一下1号到11号链接，我们会赠送给大家这个包括明信片啊，加上赞多的鼠标垫啊，然后这个呢刚已经上架了。然后呢，购买12号到22号链接呢，我们会赠送给大家明信片，加上赞多的鼠标垫，再加上赞多的徽章啊。然后呢，我们的12号到22号的链接呢，我们接下来现在还没有上链接，我们依然是给大家来上下链接，好不好？好，让我们一起来再次合作一把。上次那个321上链接，然后我看热门了，很多朋友都说，哎，赞多上链接是这样子的。来，接下来我们再来合作一把，好不好？然后我们要上12号到22号的链接了，依然是倒计时321，我们一起来说上链接，好不好？上链接，对，再来回顾一下啊。如果说上次没有看到的宝宝，这次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啊。12号到22号的链接，3、2、1，上链接！不不，谢谢哇！现在已经上了链接了，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12号到22号的链接了啊！大家可以购买任意的一个链接，都可以获得我们上面说的一些对应的周边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对应的产品，就是你在付款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那个下面有一个赠品页，赠品页呢。里面就有你详细的一些赠品了啊，一些周边的礼物了啊。那三开头的所有的产品呢，都其实集结了有包括我们的白喷、金瓶、小蓝胖，还有我们很有人气的樱花系列，以及我们这次直播间给大家推荐的我们的 Pro Defend 系列啊，这个运动系列有很多很多的宝物，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去看一下啊。那刚才呢，我们已经抽取过。多一轮的福利了，希望各位宝宝要时刻关注一下我们的一场直播，因为还有很多的福利在等待大家。当然呢，有赞多在啊，大家一定会有很认真的去盯着这场直播，对不对？那我们一定一共会抽取出5位幸运的宝宝来对支持我们赞多和三 cat 的宝宝啊，5位，其中的3位呢，我们会送给大家的是赞多的亲笔签。名的明信片在这里，是的，赞多亲笔签名的明信片哦，这是其中的3位会送给大家的是这个明信片，接下来另外的2位呢，我们会送给大家的是赞多亲笔签名的3cat的靠枕，我跟你们讲，他好用心，赞多真的是很用心，来看一下，你可能你平常看到就是签个名就是名字嘛，对不对啊？哎，这个很舒服的。我们哎 ，OK， OK， 好，对吧？你平常看到呢，就是签个名字，你看这个赞多真的是非常用心，因为是
送给粉丝朋友们的礼物嘛，对不对？看有哪些，这 Into One 赞多啊，他的签名，对不对？还有小星星，小星星，后面也哇，这后面也有 Sun Cut 的 S 哦，你的名字 Into One， 哇 Into One 很有创意，有没有？就是反面也有，正面也有，然后也画了很多这个小星星，还有小表情，可爱的表情。是不是特别想要宝宝们？而且这个很舒服，很舒服。嗯，对，所以说真的是你喜欢赞多，你就会觉得他也是，就是这种爱是相互的，真的是这种感觉。是吗？喜欢赞多，你们真的是没有喜欢错。好，我们也希望很多的宝宝可以把这些礼物带回家啊，如此幸运的带回家。嗯，那现在呢，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嗯，现在已经进入到夏天了，对不对，赞多？对呀、啊，感觉很热，每天很热，夏天来了。对，夏天来了。嗯，那你觉得夏天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夏天最重要的是防晒。哎，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呢，夏天是开心的，但是如果没有防晒的话，皮肤也痛呀什么的。但是有防晒的话，特别好的夏天吧。所以呢，我要给大家推荐这个。哎，噔噔噔噔，白色的 Sun Cut 喷雾，没错，这是我们的 Sun Cut 的白色喷雾 啊。对，这个平时我去工作的时候、练习的时候，我也带着这个的，所以呢，很方便。你平常工作呀，或者活动的时候、练习的时候，都会随身携带它。是的，嗯，哇，真的是，是哦，它真的是很方便。因为这款呢是我们高斯三卡的一个防晒透明喷雾，我们会叫它小白喷，它很适合那种你外出的时候去防晒用啊。你别看它就是现在赞多拿的是大瓶的，别看它小小的一瓶，对，它其实可以放在这个包里面。是的，它有三种这种容量啊，对对对，你可以去随身携带它。对 对， 对，出门前呢就可以这个涂好这个防晒霜，出门之后呢，经过这段时间呢，你会觉得可能这个防晒有点脱落了，或者是需要这种脱妆了，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补涂防晒，就你拿出这个小白喷来，你就可以轻轻的喷一喷，然后妆后也是可以喷的，你就把它作为那种后续补喷，然后来使用它，就像我们化妆之后去补妆是一样的，对，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真的是非常方便，对，这个很方便的，就外面的时候带这个，然后家里用这个，哎，家里用那个大屏的，那。比如旅行啊什么带的时候，就这个，哎，那这样就 OK 啊。听到了吗？赞多多已经被你们想，都已经被你们想好了，就在家里面，你可以放个大瓶，全家都可以来用啊。因为你大瓶的话不是特别容易携带嘛，你小瓶就可以了。可以，这个可以。对，这两个你就可以这样可以啊。这两个不同的你都可以带到包里面，然后随身就可以，平常没事了就可以喷一喷，对不对？ Yes。 是的啊。是的。然后这个就很方便嘛，就是尤其是。就是你比较不容易涂到的一些地方呢，比如说脖子后面，是，脖子后面呀、还有拖鞋哈，两脚呀，这样也可以方便，这样，哎，很容易，别，所以还有呢，比较不容易涂的地方也可以，啊，对，比较不容易够得着的地方是吧？你磨起来就很难的地方，是的。也可以用的，对，是的，所以说喷雾就是这么方便，对，就这么便捷，是的、然后呢，同时在今天看小白喷在这里，对不对？那我们的吉祥物三看的君也来了，我们要不要欢迎他？哦，噔噔噔噔噔噔噔，哎，这个很可爱啊，他好可爱。你要见到他，你要跟他说些什么吗？你好，哎，这个我想买一个，想买一个，对不对？想买一个。直接带走，直接走吧，一起走吧。对，直接把它带走吧。这个真可爱耶。对，代言人需要买吗？不需要。不需要吗？谢谢。直接送，对不对？谢谢。真的是，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三看的这个很可爱。很可爱，而且白色加上红色这样的一个配色呢，你就会觉得很经典。对，很经典。就像我们小白喷一样，很舒服。是啊，那我们让三看的君，然后在直播间，然后陪伴我们一下，然后。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讲解很多的产品，好不好？好，好。那小白，我们小白喷，在这里呢。那我们一起来再次回到这个小白喷的这个面前来关注一下它。小白喷的这个厉害啊，究竟是厉害在哪里了呢？那首先呢 ，Sun Cut 的防晒喷雾方面呢，它的一个销售额呢，在日本呢已经连续10年位居第一了啊。所以说，真的是非
常棒，连续十年位居第一啊，在日本呢是一个非常人气爆款的一个程度啊。给人们来看一下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手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资质，还有这样的一个备案，来关注一下啊，这是在中国的一个资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进口特殊用途化妆品行政许可的一个批件，高斯三卡的防晒透明喷雾无香型，对不对啊？这是一个批件，后面还有一些证明书，就是证明它在日本已经连续十年位居第一了啊，在防晒喷雾方面。对，是的，是不是？是的，证明书。对，证明书。对，是的。这是咱都可以看到，然后后面还有个英文版的一个证明书啊。对，对。啊，所以说，它真的是非常棒啊，就是有事实有依据的啊。它的也是 PF 五十加 PA 四个加，可以做到一个高倍的防晒，一个强效的一个防护啊。是。刚才一张证明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啊。对。SPF 五十加 PA 四个加，高倍防护。哎，高倍防护。是的，很有安心感，对吧？很有安心的感觉、啊。对，是的。哇，真的是。赞多真的是他能 get 到那种经典，就是说完之后大家就可以明白是什么感觉什么意思、就是他说的是吧 SPF 五十加 PA 四个加，让人很安心，是的、很安心，高倍防护啊，所以说你们只需要随身携带这个小白喷一天呢，就会觉得很安心了，让人有安全感啊。然后呢我们白喷呢有好几种规格嘛，刚才有介绍到五十克是这个小小的一瓶，还有九十克啊、小中瓶，还有300克啊，那50克很小巧嘛，就很容易去携带它。对，容量多一些呢，就是90克了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个300克，那就是家庭装啊。刚才我们说到了，一家人都可以来使用它啊。那你觉得你旁边的这个三看的菌多少克呢？这个600克，600 double 了，双倍了，是吧？对，两个吧。胖胖的三卡的菌、啊，三个，差不多，但300克一样吧。也差不多，差不多，是的，是的。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容量啊！是这个300克就可以，我觉得一个夏天都是够用的了。是的，所以说呢，很可爱，三卡的菌也很可爱，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你们可以选择自己适合的一些大小啊。50克呢随身携带，300克大瓶可以放到家里面。就像一个家庭装一样啊，而且呢它其实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它瓶身倒过来，很多可能瓶身倒过来之后它有压力就喷不出来了嘛。是的是的是的。不过它不是这样的。对。要不要让我们的赞多为我们来试一下好不好，瓶身倒置、然后喷一下看看。这样。对。我们对把它的盖子取掉。瓶身倒置是不是也可以喷出来呢？这样。对。的话也可以。用哇，这个好方便、这个很方便，对不对？360度都是可以喷，对，哇，太棒了啊！然后它全身都可以来用，而且呢，它有一个很好的一点呢，就是它很快速的那种成膜，是的，是非常快速成膜，而且即喷即干啊。对，然后赞多，你用一下，你感受一下，好不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用过的一些感受，清爽。不黏腻，清爽不黏腻。看来我们这个广告片记得非常牢。是的，清爽不黏腻，清爽不黏腻啊！这个刚才呢，这句话应该很多宝宝都在听，因为一看到看到的广告片就有。是的，这个广告片记得很牢，而且用起来也很方便，对不对？是的，真的方便的，这个非常非常这个夏天呢就需要，对，随身是忙的。时候呀，什么的，什么时候也可以用的啊，把它随身带走了，是吗？带出门了，是吗？是的，他也说是的，对，哇，好可爱，他也说是的，非常方便啊，对，没错，好可爱啊，赞多有点温柔啊，刚才有点温柔啊，你们肯定很多宝宝都在录屏，我跟你讲，是吗？录屏到了，赞多。温柔的纪念啊，别录耶！我相信他们也想要三看的菌了，对吧？这个很可爱，好，好可爱，好可爱哈！那今天很开心能够再次见到赞多嘛，是啊。那接下来，其实今天工作人员跟我讲了嘛，我们今天要玩的开心，那接下来我们要玩一个小游戏，好不好？要展示一下我们赞多才艺的一个环节了，那个才艺，才艺应该大家都知道哦。你的才艺。画画吗？哎，对吧？没错。哎呀，是吧？画画，对不对 ？OK， 好。我来看看大家的评论，好不好？好，来看看大家的评论啊！哇，我买你最可爱。我吗？
然后好多朋友都在录屏啊啊，别录耶，可爱晕了。好的，那接下来这个说到这个才艺，刚才赞多有说了是画画，那大家也很喜欢赞多的画嘛，对不对啊？那接下来时间，我相信大家的想法应该也跟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很一致，然后大家有说画画期待，好不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开启这个画画的了。好。然后盛夏呢，其实马上要来临了嘛，现在已经比较热了，但是还没有到盛夏，刚是6月份刚刚开头。那盛夏来临之后呢，紫外线就是非常强烈的这样的一个季节了啊。我们想知道就是赞多，对于夏日就是夏天你会怎么看啊？那我们就以一个在夏天想去中国的地方为主题。中国的地方，对，夏天想去哪里呢？给大家来画出来，然后你画完之后让他们来猜。哎呀，几步没有那么长时间啊，很难画的，很难度，对不 对？很有难度啊。这个要难到赞多吗？我觉得不会的，赞多就是多才多艺，没有，赞多就是非常强的那种，就是怎么样都能够办到的那种。我大话已经说出去了啊，那接下来就看看，来第一个，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然后我看一下赞多画的是什么，你们能不能猜到，好不好？看看你们能不能够猜到啊？哇，但是呢，大家有一点这样的画画猜一下的这样。挑战比较容易吧，每一次，所以呢难一点嘛，今天。哎，今天难一点了。我们的题目是在夏天想去中国的地方，就是哎，盛夏来临了，对不对？6月份、7月份、8月份，你们想去哪里呢？哎，想去中国的什么地方呢？赞多想去的地方是哪里呢？我看到他画的这个，我第一眼，太有说服力了，因为他画完之后我就知道是哪里了。你们肯定也能够猜出来，好不好？你们来抓紧时间啊，来3、2、1，噔噔噔噔，哪里的？这是哪里？是哪里？哪里的塔呢？哪里的塔呢？他们都在说海南三亚，不是？不是，这个不是哦。这个两个那个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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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们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有没有猜到的宝宝？有没有？没有。又猜杭州的。是吗？对对，为什么是杭州啊？出来了，出来了，上海，来了，是的，上海耶，这不东方明珠吗？看来还是很默契的，还是很默契的。然后我们要接下来换个画板吗？继续用这样的颜色吧，不是？哎，对对对，那这样知道吧？对，是的，对，上海，他们都猜到了。对对对对，因为呢，好久没住过上海吧？很久没有去了，对吧？哎，我真的也很久没去了。对对对对对，所以呢，我本来很喜欢的，所以是的，一点去吧。期待我们接下来就是盛夏的时候可以去上海玩一玩。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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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啊，那第一个问题，你们非常的默契，猜到了上海画的东方明珠，所以说赞多非常的聪明，一下就画一个地标啊。那接下来第二个，我们来猜一猜好不好？来，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会是啥呢？刚刚已经有人说过了吧？哎，刚刚已经有人说过了，说的是杭州，对吗？来，第二个是什么呢？哎，我看到有，这是树，对不对？对。哎，有树。哎，树上呢还有果实。哎，哇，三二一，等一下，我。你们先猜一下。对，你们先猜。哪里啊？哪里的？他们说西湖。不对不对，来看一下。是海南的。海南。对。三亚椰子树。三亚也我想知道，但是呢，海南倒是对吧？差不多一年见吧，一年见我们在的地方。但是呢，海南到的时候，我们在自己的住的这个地方吧，录节目的地方，所以呢没住过网。对，所以我不知道海南岛有什么好玩的。对对对对对，每次拍广告什么的时候可以住住外面的，但是大概的时间在宿舍里的，所以呢在宿舍里面。对对对对，所以我这。那这个海南这个地方对于赞多来说真的是可以去玩一玩的，对不对？因为那海南应该是留下了你很多的美好的记
忆的一个地方，对吧？特别多美好记忆的一个地方啊。那你们可以推荐一下，就是赞多到了海南可以去哪里玩呢？可以去一趟这个天涯海角，可以去一下，对不对？是。还有哪里？还有哪里？你们喜欢的，你们可以跟赞多来分享海南比较好玩的。要去，他们说要告诉你要去吃椰子鸡。椰子鸡啊，我吃过了椰子鸡。还有那个清凉谷，还有清补凉，对不对？还有那个很好吃啊。哦，是吗？海南还有什么好玩的呢？游泳安排一下，他们让你把游泳安排一下。好的，可以、啊啊。海花岛啊，蜈支洲啊，对，蜈支洲岛也很美啊。好的，他们给你们推荐了很多啊。来，接下来我们让赞多，也希望他去海南的时候，去玩的时候，可以拍一些去海南的照片，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好不好？或者是拍个 vlog， 我们也期待一下，好不好？来，接下来第三个是赞多想去的什么地方呢？在夏天想去的中国的哪个地方呢？第三个，哎。没有绿色的颜色没有吧？绿色的颜色有吗？没有啊。没事没事，有红色的。这个是可能没有了。这个比较难是吗？特别难。哎，特别难。没有了可以猜的。来看谁比较默契啊 ？OK， 先看吧。先看。啊、来，我要抓第一个默契的。你偷偷这个猜的人、嗯，你偷偷告诉我是什么？这个是。不行，我是的，是的，是的。好，我知道了、好，来，是哪里呢？我看有没有第一个猜到的宝宝啊？抢的呀，我喜欢的，但是这个是不是？这个不是，还有广州也不是。我这好像是山，对不对？对，山里、山的这个山，但是这样啊，怎么说呢？桂林也不是，这样的。哎呀，看有宝宝说到了，有吗？我看，我往上滑，哎呀，没有定住，但是我看到了、哦，是吗？我本来想念一下你的 ID 的，但是没有定住哦，是张家界。对，张家界、哦。因为呢，本来我很喜欢名胜古迹，对吗？对，名胜古迹很完美吧？对，所以呢，我想知道，所以张家界，哎，张家界特别，我只有看脚冰视频。然后视频照片，对，所以我也想去张家界，对不对？我相信直播间应该也会有张家界的宝宝，对，我们也期待一下赞多可以去张家界，可以感受一下中国的一些风土人情，这些名胜古迹，美好的大山川和河流，好不好？好，谢谢赞多，谢谢，这个我要收藏起来了。对。每次画画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喜欢熊猫呀什么的。那这样的话，我画熊猫是大家马上知道，马上就知道了，对吧？是的，有一点难一点，这边是难一点、哎，这个是有点难度的，但是还是有宝宝猜到了，真的是，真的厉害啊，很棒啊，很厉害，很厉害！谢谢大家对于赞多的支持，谢谢，谢谢各位。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进行我们的这个产品，好不好？好。那刚才呢，我们介绍的是白喷，还有我们 SunCut 的君，对不对？我们其实还有一个产品，就是赞多在广告里面也已经给我们展示了，那就是什么呢？滴滴滴滴，小金瓶。对，我们小金瓶来喽。好。之前那个赞多也在广告里面其实有给我们展示过小金瓶，对不对？是的，对，这个。你平常也会用它吗？对呀、就讲出门见吧，出门见一定要它，然后先出门之前是小金饼，对，这个也好，不能少的，这是不能少的，对啊，所以说出门之前，我们可以跟赞多来学习一下这种夏日的防晒小技巧，就出门之前你就可以涂上这个小金瓶，然后这个他说是不能少的，然后我们让赞多来试一试，好不好？好，看一看它质地呢是不是很轻薄，是不是没有那种。油腻腻也没有那种黏糊糊的感觉呢，对是不是很清爽的感觉呢？来感受一下啊，然后呢？哎，质地是不是很轻薄？像这样马上没有，不用这样，所以没有黏黏的感觉，没有黏黏的感觉，对，所以说用起来很清爽，对，很清爽，很清爽。所以说很多小伙伴应该跟我一样，就特别不喜欢夏天，本来就很热，然后身上。在黏糊糊的，对，是不是有点那种这样，很不舒服，对，很不舒服。但是如果说你不喜欢黏黏的感觉的小伙伴，这个就可以放心冲。对，赞多也觉得会很好用的一款小金瓶。是的，它的防晒指数呢，依然是 SPF 50加 PA 四个加啊，它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防晒的效果。它的特点呢，就是防水耐汗，很适合那种户外运动或者是你海边活动的宝宝。
去用它。对对对对，我也觉得这个外面的运动这样的时候是这个方位非常需要的啊，就需要它了。对对、嗯、对对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防晒的备案好不好啊？好，然后这边有一个证明，嗯，看它的这个这是我们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进口特殊用途化妆品的行政许可批件啊，这是我们的高斯三卡的防晒霜防水型，最重要的在这里啊，划重点了，宝宝们，本产品预前 SPF 50加，预后 SPF 50加，那就意思就是说，通过这个证明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防水的这个效果，嗯、真的是非常棒啊，嗯、非常棒，是的，是的，防水防晒这个真的很适合夏天吧。很适合夏天、嗯、安排一下、嗯、哎，安排上、嗯、这个词好安排上对、嗯、大家可以安排上好的、啊、嗯、啊、那防水防晒呢、嗯、非常适合夏天啊，那赞多喜不喜欢夏天呢？嗯，喜不喜欢夏天呢？我很喜欢夏天，因为夏天是虽然热的，但是这个热是只有夏天的时候的那种特色吧，所以呢热但是我很喜欢，哎，来了夏天这样感觉、哦、而且夏天有自用感吧，哦，很 free 的感觉，很 free 的，很自由那种感觉，对对，很自由的感觉、啊、哦，所以说我相信很多宝宝都很喜欢夏天，是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玩一个小游戏了，赞多在夏天想吃什么食物呢、嗯、或者是夏天你会吃什么食物呢？好，那还是要通过一个画画的方式，大家来猜一猜好不好？对，这个也难度的，小笼包呀、啊、毛豆呀、啊哎，我喜欢的，大家知道。所以今天 是再来个难度版的啊，再加大一点难度的啊，来，我们看一下赞多会把这个难度加到哪里？而且只有用黑色的，所以特别难哦。这次没有彩色的笔 啊，就是只有黑色的笔，就有点像简笔画那种感觉了啊，特别。很难的。然后看一下第一个，然后赞多会在这个夏天喜欢的一些美食，或者夏天他会吃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啊！我看到这个确实是，赞多开始往抽象派在转变了。你们来猜一猜好不好啊？一会儿你们来猜一猜。他都已经坏笑出声了。这个不知道吗？大家应该不知道吧？来，这个是什么？不能知道的，没有颜色，不能画画呀。你看第一个是什么？这个知道是什么吗？太难了吧！等一下，这个我感觉，这个如果是我猜，我会猜它是一盘沙拉，嗯、或者是乱炖的，是什么呢？再想这个啊 ，OK， 你懂了懂了。再给你们再详细一点啊，我看有没有，哎，有人猜到了一个意大利面，但是不对，差不多，但是不对，面是面的啊，炒面也不对啊。对，你们夏天的时候想吃哦，夏天的时候想吃的面啊，对，那吃完之后会怎么样呢？很凉，哎，很凉。凉，对，因为很热，是什么呢？所以想凉的是什么呢？不是意大利面啊，我做意大利面，凉面，对对对对，凉面呀，凉面，有猜出来了，宝宝了，我很喜欢凉面。好，下一个，我今天都放飞自我了，我今天笑得都非常魔性了，很开心，真的是第二次跟赞多一起，然后直播合作，真的是很开心啊。然后我知道赞多的粉丝也都是非常有素质的宝宝，然后看到大家也都非常的开心啊。然后接下来第二个赞多会画什么呢？第二个赞多会画什么呢？夏天，宝宝们，你们要猜的这个东西呢，你们小心要想夏天吃的啊。夏天吃完之后会感觉很凉爽，很就是透心凉那种感觉啊。然后你们要往夏天的美食当中去猜，好不好？这个只有黑色，真的怎么？我看一下它下一个会不会增加难度啊？看一下，哎，夏天的会是什么呢？三个字，我先告诉你们好不好？三个字。对对对对，三个字，然后、哎、三个字，然后第一个字是颜色。啊，第一个字是颜色。你看，我们现在都开始跟你们这个偷偷的跟你们，这个提前跟你们透露一点点了。第一个字是个颜色，颜色，一共三个字，第一个字是个颜色。颜色，
那这里面吃的东西是吃的东西啊，是喝的东西，对不对啊？我看看有没有。猜冰激凌，猜冰激凌的不太对。不是冰激凌，不是喝的，龟苓膏。你们这个好具体，还有龟苓膏，你们好养生啊。清凉补不对，清补凉不对，太难了吧？大家是不太对。第一个是颜色，第一个是颜色啊。哪一家不是 bubble tea？ bubble tea 的话，哦，这个、看到了，有宝宝猜出来了，我一定要。啊，是吗？等，哪里？绿豆沙，哎，是啊，绿豆沙。我不能暂停，我好想把它暂停，然后 Q 一下名字，看哪个宝宝猜对了。但是我这个评论区我暂停不了，因为你们刷屏真的太快了啊！绿豆沙，聪明。绿豆沙，对，聪明，颜色很聪明的粉丝宝宝啊，厉害呀、啊，厉害！怎么会知道呢？是的，怎么会知道？那就小豆豆嘛，绿豆豆。对，对，也是夏天它要解暑，夏天喝点绿豆沙会很。解暑，嗯，很甜，但是很，哎，嗯，会很舒服啊，很解暑啊。对，来，这是第二个，所以说看到了吗？在今天在三看的直播间，我们赞多的这个画画的水平在升级，难度也在升级哦。然后第三个会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好不好？第三个很降火，对，没错。我看看啊。李慌慌说你画得很好然后我们继续来猜好了第三个会是谁好不好啊？来，谢谢很多宝宝都在分享直播间，感谢各位的分享啊，感谢大家。然后呢我们看一下第三个，我们赞多会给我们画一个什么样的夏天的美食呢？这个应该很简单，嗯，因为他画得太棒了，就是你看一眼你就可以抓紧时间在评论区告诉我了。他们这个太容易吧，他们提前在评论区当中说小龙虾、okay. 啊，小龙虾最近吃了对，夏天也很适合吃小龙虾，但是不是啊，这个是什么呢？刚刚有人说的啊，已经有人说到了，对不对？这个很简单，很简单，所以快速的吧，嗯，快速的啊，来3、2、1，哎，对，快速看一下就不让你们看了，是这样的一个快速是吧？是啊，一闪而过，我看有猜到了。里面快点！哇、哦，有！有吗？有，我看啊，这是叫喋喋不休，他说的是冰激凌啊。哇，很多宝宝都说，我看到的第一个应该是喋喋不休啊。哎、好的，是的，恭喜你啊！回答正确，哇哦，谢谢大家。谢谢。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在夏天想吃的美食。这也是我们夏天一定会吃到的，这也是赞多夏天会吃到的。谢谢赞多给我们分享了很多夏天的美食，谢谢哇，好棒！而且呢，还给我们画了这么给力的画作啊，收藏起来，来，工作人员、拿走收藏起来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跟赞多来玩一个游戏了，叫做我比划你来猜啊，是这样的一个游戏。OK， 那。但是呢，平常呢可能是我来比划你来猜嘛。嗯，今天呢我们要跟直播间的粉丝宝宝一起来互动一下嘛。那接下来呢我会出一些题目，就是希望赞多可以用动作来表现这个词儿、然后呢让我们观看直播的朋友来猜一猜你表现的是什么词儿、好不好？好。就是赞多来表现，用肢体动作来表现，让大家来去猜啊。然后做好准备了吗，赞多？可以了是吧？接下来第一个，好，我只能让你看啊，偷偷的来看一下啊，噔，哎，我偷偷让他看了一下，会是什么呢？哎，一个圆圆的，哎，圆圆的，咔嚓，哎，两半儿，我看有没有猜对的，哎，是什么呢？好，现在还没有哦，现在还没有哦。他哦，看到了，他说西瓜，没错，是西瓜，没错，西瓜，很棒，西瓜，喜欢吗？接下来第二个，给你看一下，当西瓜。第二个是什么？是这里。啊，这个有点点难度，是不是？难，有点点难度啊。啊。两个字啊，宝宝们，两个字。这样的，然后呢？这，然后呢？哎，我不知道怎么玩，嘿，应该是吧？然后这样，哦，现在应该需要这样的，然后呢？这个，
哦，然后也可以前面有个绳子拽着你，然后是不是？啊，是不是？啊，这样也有的吧？对的，也有的，是不是？是是。然后应该站起来。不，游泳不对，游泳不对啊！是游泳，游泳。哦，看到了，何贺说，嗯，冲浪。哎，是的，穿雨湿雨引人冲浪，对，没错，冲浪。哎，回答正确，冲浪。对。哎。这里有哎，哎，你表演的哎，对，有滑板啊，后面有这个冲浪板啊，哎，冲浪没错。接下来，哇，这个好像在我们这边出现很多次了，噔噔噔，哎呀，出现很多次。他来吧，我来太简单的，哎，他来吧，他来是吧？你可以吗？可以啊，让三看的君表现一下啊。这样，啊，哎，太难了。对他来说这样的东西，然后呢？他在干啥？放到他的嘴里是吗？这样。哎，哦，这样。我就你看三个字，三个字。刚刚也说的呀。三个字。看是什么？他们说是防晒霜。不是不是、啊。然后是什么呢？三个字，三个字。不信，不信。的东西。他是这样。对，它是多次出现在我们直播间的东西，哎，是冰激凌，对，我还有猜棒棒糖，这个它有一点难，有点难啊，好，看，寿喜，哎，这个好像提前透露了一下，应该没有看到啊，接下来是什么呢？是这个，那个太难了吧，这个有点难，因为刚才小小的闪了一下，你就觉得很多字啊，但其实三个字也可以。也可以，可以，嗯、这个的，嗯，故事吧。啊，可以演个故事。先，哎，哎，相机哦，然后呢？哦，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在一个地方上。然后呢？哦，因为手指很关键啊。然后就干啥？干啥？干啥？是什么位置？看有没有猜对的，鼠标垫。你们好聪明啊！你们懂了吗？哎，我这样的 pose， 然后拍照，然后呢？嗯，现在这样的，是的。然后拿到这个，哦哇，那用这个。哎，那这样我们临时增加一下难度吧。这个鼠标垫这个动作是不是很帅气？我们让这个动作让赞多为我们在直播间再重现一下，好不好？来，你们要截图好不好？三二一，来截张图。来，三。二一，哟，帅气，好帅气的少年，拥有了鼠标垫，拥有了我们三cat的产品呢，就是周边都可以带回家了，每天都可以见到赞多了。是的，是的。希望大家在观赏直播的时候，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下面的链接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些周边的礼物啊。嗯，没错，鼠标垫带给大家了。嗯，好，接下来最后一个喽，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哦，我们今天的主角哦。好，这个，那这个也可爱似的，对吧？三、二、一，一，好。哎，猜一下，你是轻轻一指是不是？对，猜一下，偷摸一指，猜一下。防晒霜，防晒霜呢？你说的也对，也不对。哦，三看的大哥，哇，厉害呀，厉害，知道。噔噔，三个 三 cat， 没错。哎，上面有更大的。对，好，三 cat， 哦，谢谢，厉害，谢谢。聪明啊！哇，大家真的是，尤其是很多粉丝宝宝，跟你真的是心有灵犀啊，真的是心有灵犀哦。好，刚才呢，我们玩了两个小游戏，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继续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赞多很喜欢的三 cat 的一个产品。是。刚才说到三 cat， 那三 cat 的产品。就要来了嘛啊！接下来呢，就是哎，看一看，哇，帅气，很帅气，很酷，有没有？对，哇，这个包装真的很酷哎，设计感，这是之前在我们直播间没有介绍过的产品，对吧？嗯，很有设计感，对。那这个系列呢，就是我们的 Pro Defend 系列啊，它是一款完完全全的这个运动防汗系列的防晒产品。哦，那我很适合我呀，很适合你，对吧？嗯，对，真的是。是的，是的。平常跳舞啊，运动啊。对啊，运动呀，什么时候？没错，专门针对运动的啊，它很适合赞多，然后运动达人也很适合。今天的衣服合哎，很适合。对，这个颜色。赞多是不是也是运动达人？
是吗？也算是也会经常在这个室外运动，对不对啊？其实运动的时候就会出很多汗嘛，然后像是衣物摩擦呀，或者是一些水下的运动啊，这个防晒力量其实它就会被削弱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一些更有针对性的防水耐汗型的防晒了。其实我说了刚才很长的一段啊，然后赞多呢是不是会听得云里雾里的啊？那但是呢，会说到一个词，你应该就知道了，那就是 toughness。toughness 啊，是的，知道，知道。运动的人是大家知道这个词吧 ？toughness。对，很多做极限运动的人应该都知道啊。那说到极限呢，其实赞多呢一路从世界冠军到 into one，然后真正的也是挑战了无数次的极限，我们相信期间呢，其实赞多应该付出了很大的这种艰辛，应该也是有的。是的，好，应该会很辛苦的，对，肯定的。成功的路上，肯定会有很多值得我们去跨越的点。对，90%是辛苦很痛苦的时间吧？但是呢，10%的开心的很幸福的，点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对，所以很长很长时间很痛苦，很痛苦，但是继续努力，然后的结果是，终于来拿到了，这样感觉，哇，太棒了，所以我喜欢努力嘛，对，太棒了，真的是，我觉得就是作为很多粉丝宝宝，他去喜欢艺人，去喜欢偶像的时候，就是很想在偶像身上学到自己很多的东西，就是正能量的偶像嘛，其实赞多就是正能量的。偶像，你就通过他这一路打拼，然后学习很多然后包括舞蹈啊，很多技能啊，然后很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最后然后成功，这段路程我相信赞多应该付出了很多。我们希望宝宝，如果说你们在生活当中或者在工作或者在学习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要向赞多去学习，对吧？然后我们也会迈向成功的步伐啊，对，然后这是一种非常坚韧不拔的精神，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啊。我们也希望让大家可以保持这种对于生活的热爱，然后快乐的、非常有力的去生活着。对，好，是的。那刚才分享了很多，也是我发自内心的一些分享啊，真的是发自内心的。那在炎炎的夏日的时候，这个学校虽然说很热，但是却浇不掉我们对于运动的热爱和对于美的一些向往。那其实蓝色这一款，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蓝色这一款呢，它其实呢的这个防晒的功能就会很强，它保护皮肤的同时呢，它可以很好的去防止这个汗啊，然后止汗啊，或者抑制我们的这个汗味儿啊，简直真的是出汗新人的救星，它很贴心的。像这样的一款运动防晒的，就是也很适合大家。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款好不好？就是我们的这个小金瓶的这一款，土豪金也很适合大家啊，对，土豪金也很适合大家。然后就是如果说你有了它，就可以去防水耐汗，而且它是耐磨，它不容易不容易脱妆啊。所以说很多喜欢运动的健身的达人呢，也会很多。那当然呢，它也是 SPF 50加 PA 4个加的。来，我们也让赞多来试试用一下这个这样的小金瓶的啊。然后呢，好，来感受一下它是不是就觉得皮肤也会很健康，很健康的那种的，是的，很舒服，对，就是你涂上它之后，你会觉得皮肤瞬间变得健康了一点点，然后你在室外的时候或者是运动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了。很香是吗？对，哦，真的是，对吧？很香，而且它不是那种它是很清香那种感觉，对，很清香那种感觉。写的是脸也可以用的，脸也可以用的，对，脸也身体都可以，脸和身体是可以用的啊。其实毕竟紫外线其实对我们伤害会很大，对皮肤伤害也会很大嘛。那另外的一个特点呢，它就是这个系列的产品呢增加了50%的一个美容液，所以说呢，它会觉得很滋润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会守护我们这个肌肤，就像银色的这个，我们来看看银色这个好不好？这个吗？对，这边还有银色的，有三个颜色是吗？对，有三个颜色，蓝色、金色和银色。对，那这个银色的这款呢，就是更温和、更亲肤的，它可以守护我们夏天的娇嫩的肌肤。然后所以说它是会那种更加亲肤一点啊，更加温和一点。所以你想要寻求那种温和的，你可以用它啊，用这款银色的一个小瓶子。哇，这样可以轻轻的滴上一点，是不是感觉到它
涂抹完之后会觉得温和一点，好像牛奶一样的，很像牛奶一样的啊。嗯，好。然后接下来就是小紫管。哦，那真的是，是的，白白嫩嫩。对对，白白的。这个三个颜色不一样，还有三个颜色不一样，不一样的内容也不一样。对对 对, 对，蓝色、金色和银色。是。接下来，好，接下来最后的一款就是我们这个小紫瓶了啊，哦、小紫瓶。那这个小紫管呢，它有一些提亮肤色的一个作用。嗯嗯、这个是新的吧？怎么样的、嗯？这是新的啊。然后它也是很轻薄。哦，这样。嗯、然后。这里，没错，可以看吗？可以，对，把它的这个旋转开，哦，这样子的，没错，就感觉很香，有没有？涂起来是不是也会觉得很香？哦，这样，哎，哇，哦，好香，而且它很好玩，我真的没有见过这样的包装，对，它是第一次我感觉到就很吸引人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包装，对对，很特别的，是的，好玩这个。然后想问一下，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会有抽奖，对不对？那我们先来给大家抽奖是吗？哦，来，是吗？那我们接下来先来给大家抽奖了啊。好，嗯，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说到有很多的重磅的福利嘛，我们直播间在今天购买了三卡的产品的朋友呢，我们将会抽选出五位，送出我们亲签的周边，然后三位是明信片，两位是靠枕，对不对？然后一共有五位。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其实今天很多宝宝都已经下单了，再次要恭喜大家，我们也会从这下单的宝宝当中来送出去我们的礼物。那赞多的签好名的礼物已经在我手里了。现在呢，我们要给大家来进行一个抽奖了。接下来时间，我们的三看的君也登场了。好，他也在我们这边时刻来见证我们这个抽奖，好不好？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把三看的防晒小白喷刷起来，好不好？三看的防晒小白喷。好。三看的防晒小白喷，然后我们会进行一个抽奖啊，会进行一个抽奖。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工作人员会截屏，会抽选出五位啊，会抽选出五位。那这五位呢，我们其中的三位会送上明信片，好不好？我们先来送上明信片，好不好？来，明信片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在这里。啊哟，这对对对对。先三位，然后送上我们的明信片，大家都在发送口令啊，三卡的防晒小白喷，没错。来给大家看一下。这里，这里，三卡防晒小白喷，没错啊！发送这个口令啊，三卡的防晒小白喷，来，我工作人员三、二、一，截屏。好，这三位宝宝，我们送出去的是我们的亲笔的签名照，赞多就在我身边，他刚刚签完的签名照。接下来还有两位，对不对？两位宝宝是靠枕啊，我们的靠垫要送给大家，依然发送这个三卡的防晒小白喷，我们要送给就是在今天直播间购买三卡的产品的朋友啊，没有购买产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三卡的防晒小白喷，来，三、二、一，恭喜恭喜恭喜大家收获到的这个礼物！哇哇，对，哇，我们的靠枕送给大家了，靠枕送给大家了，给你，这是非常用心的一个靠枕啊，来，好。好，谢谢，感谢我们的赞多。接下来最后一个环节了嘛，然后也是大家非常想看到的，那就是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最近的赞多，好不好？最近的我，对，可以啊。我们在这边呢，其实有几个问题，然后我们会要邀请赞多来回答一下，分享一下最近他在干什么。我们相信很多粉丝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很憧憬这个问题啊，可以吗？可。问什么呢？问什么问题？是什么内容呢？什么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好，最近学会的中文是什么？最近学会的中文词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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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最近流行的这个字 ，thank you， 是吧 ？thank you，thank you， 没错 ，thank you， 哇 ，thank you， 赞多也是冲浪达人。人啊，thank you 都知道，因为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他们经常会说thank you， 哦，好棒好棒，thank you， 这是赞多最近学会的中文。来，接下来第二个，最近最好笑的事情是什么？最好笑的是哦，昨天我们一堆人一起宿舍的里面一起吃饭的啊，对，然后好久没见过大家一起吃饭，对对对，一起吃饭，所以呢。好兄弟们一起来这个聚餐，因为昨天是端午节，对，端午节，过节呢，对，
一起吃饭，好开心，好很开心，与大家在一起陪戏了，很开心。是的，是的，是的。好，这是最近非常开心的一个事情。接下来第三个问题，最近吃到的中国的料理是什么呢？最近吃啊，所以昨天呢端午节，对吧？所以呢粽子，哎，粽子，对。好吃吗？你吃的是甜粽子还是还有咸 的, 咸的，对吧？都吃了，都吃了。你更喜欢哪个呢？咸的。哎，更喜欢咸的。好的，好的。我是北方人，我喜欢甜的。是吗？对，也都好吃，都好吃，都好吃。对，两种都好吃嘛。是。来，接下来第四个，最近有尝试过什么新的挑战吗？新的挑战，挑战的话，我最近买了很多新的乐器。哎，很多新的乐器，方便透露一下吗？知道的，但是呢，二胡。哦，二胡。对，你居然喜欢民乐，太难了。难了，我在九点，因为在节目的时候休息了一天，我在九点，然后一个人。好棒！还有呢，最近买的 DJ 的那种，哦，打碟 ，scratch 的那种打碟机，对对对对，这样的东西啊。还有吉他啊，吉他进步了。可能昨天也张嘉元来我的房间，然后呢，算得进步了吗？这样他说的，他问我，所以我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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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刘爷哦，好厉害，进步了，进步了，进步了。所以说最近真的是有很多，就是尝试了很多新的挑战，有很多新的乐器。乐器，我们期待，赞多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们拉一段赛马的二胡？一年后吧，一年后，二胡太难了，那个赛。马是二胡当中非常有名的，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曲子，超级难。那不行呀，太难了，太难了，对不对？好，来，接下来最后一个，最近的防晒对策是什么呢？是，哎，防晒对策是什么呢？经常用的是它，经常性用的是它，哦，啊，但是小金瓶，我去杭州其他的地方的时候用它。也可以，对，但这个新的今天新的他们这个系列也想用的，对，好帅，这个好玩，对吧？好的，对，这个有很多，刚才赞多也说了很多啊，然后这也是他特别喜欢的，特别喜欢的，然后这也是他这个最近的一些防晒的一些小技巧，也希望大家可以 get 到同款，好不好？然后特别。开心在今天，然后见到了赞多，好，是的，是的，是的。那刚才呢，我们也问了很多的问题嘛，然后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赞多呢也进行了很多内容。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可能也要到一定的时间了，对不对啊？哦，是吗？对，很快就要结束了，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啊！哇哇哇哇！然后。其实在今天呢，我们介绍了很多很多的产品，包括我们的小白喷，对，然后蓝胖子，对不 对？小蓝胖子，还有这个小金管，金管，对对 对。然后呢，还有樱花系列，哎，樱花系列，对，这个好香的，对，这个很香，对对对。然后樱花呢，也是这个赞多很喜欢的一个系列，对不对？对，然后呢，樱花的这个香味，你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好不好？有颜色，有一点有颜色，有颜色，樱花的。因为它这种颜色呢，就是你用起来就是淡淡的这种颜色，它是有提亮的一个效果的。樱花它是有提亮的一个效果，而且呢，它还会有这个樱花的香味。是香味。你要是用这个樱花系列的，它会修正你的肤色。对。哇，这个好棒。好棒啊，真的。对。如果说你有的时候很多宝宝你可能会熬夜嘛，熬夜之后呢，你就是脸色可能会不太均匀啊，或者是暗沉呐，对不对？你就可以用这个樱花系列，它可以提亮我们的一个肤色啊。而且不黏腻，哎，不黏腻，对对，好，而且霜，上次直播，然后那个赞多也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很多这个关于樱花这方面的，因为当时是四月份嘛，也是樱花盛开的时候，对不对？对，是的。然后介绍很多樱，他也是特别喜欢这个樱花系列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Sanka的樱花系列的限定款啊，限定款啊，谢谢，再次要感。谢谢赞多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然后我看一下现在，哇，马上接近九点钟了啊！我觉得我跟你聊天真的是一个小时，我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太快了，根本聊不完。哇，太快了，是的。然后今天的这个直播马上要结束了，想问一下赞多，今天这场直播你感觉怎么样呢？今天我特别开心，而且这个今天的那个挑战问题，我花花
花猜，大家猜这个花花有一点难，有点难度，大家很厉害，所以呢，我也以后也我更进步，然后更知道中国的新的文化、新的风景什么的，我继续学习中国，然后继续学习，继续挑战自己吧。对，所以大家一起加油吧。谢谢大家。继续挑战自己，一起加油哇！这句话真的是很好，我真的听完之后我就觉得很感动，就继续挑战自己，然后一起加油啊！那我们相信今天像多跟我们一起来交流，然后也一定会很开心，真的是很开心。这是我第二次见到赞多了，然后在我们三卡的直播间当中，然后今后的天气是不是也越来越热了？我们也要提醒大家，这个防晒也是越来越重要，对不对啊？对，大家也可以用我们的三卡，对不对 ？Yes。好好保护我们的肌肤啊，都用三卡保护好我们的肌肤。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就要到这里了。好，特别能够感谢赞多再次来到三卡的直播间，然后我们也是第二次跟赞多合作了。谢谢赞多，谢谢，也感谢所有正在关注直播宝宝们的支持，谢谢大家。谢谢，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高斯三卡，一边清爽防护，一喷感晒自在。倒置也能轻松喷涂，全身周密防晒，透明清爽不黏腻。SPF 50加 PA 4个加，高倍防晒力，随时随地耀眼防晒。要防晒，多远都自在。高斯三卡，高斯三卡，水润啫喱质地，亲肤贴合，清爽透明。清爽不黏腻，防水配方，无惧骄阳，尽情挥汗。要敢晒，多远都自在。高斯三cut，高斯三cut，一边清爽防护。一喷感晒自在，倒置也能轻松喷涂，全身周密防晒，透明清爽不黏腻。SPF 50加 PA 4个加，高倍防晒力，随时随地耀眼防晒。要感晒，多远都自在。高斯三卡，高斯三卡，水润啫喱质地，亲肤贴合，清爽透润，清爽不黏腻，防水配方，无惧骄阳，尽情挥汗。要敢晒，多远都自在。高斯三卡，高斯三卡，一边清爽防护，一喷感晒自在，倒置也能轻松喷涂，全身周密防晒，透明清爽不黏腻。SPF 50加 PA 4个加，高倍防晒力，随时随地耀眼防晒。要敢晒，多远都自在。高斯三卡，高斯三卡，水润啫喱质地，亲肤贴合，清爽透润，清爽不黏腻，防水配方，无惧骄阳，尽情挥汗。要敢晒，多远都自在。高斯三卡，高斯三卡，一边清爽防护，一喷感晒自在，倒置也能轻松喷涂，全身周密防晒，透明清爽不黏腻。SPF 50加 PA 4个加，高倍防晒力，随时随地耀眼防晒。要敢晒，多远都自在。高斯三卡，高斯三卡。
水润啫喱之地，金肤贴合，清爽透润，金泉不黏腻，防水配方，无惧骄阳，尽情挥汗。要敢晒，多远都自在。高斯三 cut， 高斯三 cut， 一边清爽防护，一喷敢晒自在，倒置也能轻松喷涂，全身周密防晒，透明清爽不黏腻 ，SPF 五十加 PA 四个加，高倍防晒力，随时随地耀眼防晒。要敢晒，多远都自在。高斯三 cut， 高斯三 cut， 水润啫喱之地，金肤贴合，清爽透润，金泉不黏腻，防水配方，无惧骄阳，尽情挥汗。要敢晒，多远都自在。高斯三 cut， 高斯三 cut， 一边清爽防护，一喷敢晒自在，倒置也能轻松喷涂，全身周密防晒，透明清爽不黏腻 ，SPF 五十加 PA 四个加，高倍防晒力，随时随地耀眼防晒。要敢晒，多远都自在。高斯三 cut， 高斯三 cut， 水润啫喱之地，金肤贴合，清爽透润，金泉不黏腻，防水配方，无惧骄阳，尽情挥汗。要敢晒，多远都自在。高斯三 cut， 高斯三 cut， 一边清爽防护，一喷敢晒自在，倒置也能轻松喷涂，全身周密防晒，透明清爽不黏腻 ，SPF 五十加 PA 四个加，高倍防晒力，随时随地耀眼防晒。要敢晒，多远都自在。高斯三 cut， 高斯三 cut， 水润啫喱之地，金肤贴合，清爽透润，金泉不黏腻，防水配方，无惧骄阳，尽情挥汗。要敢晒，多远都自在。高斯三 cut， 高斯三 cut， 一边清爽防护，一喷敢晒自在，倒置也能轻松喷涂，全身周密防晒，透明清爽不黏腻 ，SPF 五十加 PA 四个加，高倍防晒力，随时随地耀眼防晒。要敢晒，多远都自在。高斯三 cut， 高斯三 cut， 水润啫喱之地，金肤贴合，清爽透润，金泉不黏腻，防水配方，无惧骄阳，尽情挥汗。要敢晒，多远都自在。高斯三 cut， 高斯三 cut， 一边清爽防护，一喷敢晒自在，倒置也能轻松喷涂，全身周密防晒，透明清爽不黏腻 ，SPF 五十加 PA 四个加，高倍防晒。
地，随时随地要眼感晒，要感晒多远都自在。高斯三 cut， 高斯三 cut， 水润啫喱之地，金肤贴合，清爽透润，清爽不黏腻。防水配方，无惧骄阳，尽情挥汗。要敢晒，多远都自在。高斯三 cut， 高斯三 cut， 一边清爽防护，一喷敢晒自在，倒置也能轻松喷涂，全身周密防晒，透明清爽不黏腻。SPF 五十加 PA 四个加，高倍防晒力，随时随地耀眼敢晒。要敢晒，多远都自在。高斯三 cut， 高斯三 cut， 水润啫喱之地，金肤贴合，清爽透润，清爽不黏腻。防水配方，无惧骄阳，尽情挥汗。要敢晒，多远都自在。高斯三 cut， 高斯三 cut， 一边清爽防护，一喷敢晒自在，倒置也能轻松喷涂，全身周密防晒，透明清爽不黏腻。SPF 五十加 PA 四个加，高倍防晒力，随时随地耀眼敢晒。要敢晒，多远都自在。高斯三 cut， 高斯三 cut， 水润啫喱之地，金肤贴合，清爽透润，清爽不黏腻。防水配方，无惧骄阳，尽情挥汗。要敢晒，多远都自在。高斯三 cut， 高斯三 cut， 一边清爽防护，一喷敢晒自在，倒置也能轻松喷涂，全身周密防晒，透明清爽不黏腻。SPF 五十加 PA 四个加，高倍防晒力，随时随地耀眼敢晒。要敢晒，多远都自在。高斯三 cut， 高斯三 cut， 水润啫喱之地，金肤贴合，清爽透润，清爽不黏腻。防水配方，无惧骄阳，尽情挥汗。要敢晒，多远都自在。高斯三 cut， 高斯三 cut， 一边清爽防护，一喷敢晒自在，倒置也能轻松喷涂，全身周密防晒，透明清爽不黏腻。SPF 五十加 PA 四个加，高倍。